这个精度要求是 0.1 到 0.2 个毫米，这考验的是耐心和手感。为了模拟现场真实的环境，就需要蹲着练习。刚开始的时候蹲两分钟都受不了，现在可以蹲半个小时，时间长了手会形成肌肉记忆。我很想留下一些东西，证明这件事情我想过，我做过。我很荣幸能够参与到这项大国重器中。核电安全无小事，时刻牢记提醒自己这七个字，提供更精密、更安全的保障。